趁他不在赶紧吃吧，别被他发现了。这家伙又偷吃了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今天就好好给你挖上一课。来了来了，两个选一个。那个是吃鱼面条。又想套路我，太好，我灵醒，先把烤肠给吃了，要不然还不一定能吃上。一会儿你就等着吃空盘子吧。吃，等会先把肉藏起来，今天说什么我也要吃上肉，不能像昨天一样毛都没吃上。吃饭了呀，我今儿给你做应该是些火锅，我吃两天儿。给，这盆子熟了，赶紧吃。放点辣子，放点辣酱好吃。给他多吃点串，可别让他发现我生菜底下全是肉。
给他拿点串，他就不会发现我偷吃肉了。不行，这又是真香呀，这我还得来一口。忍不住了，再来一口。还好今天没有被他发现。今天他怎么这么反常呀？不对，肯定有猫腻。辣酱咋完了？再去喝辣酱去。好家伙，原来给生菜底下藏了这么多肉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今天我做饭，这下终于可以吃上肉了。那给你把这鸡腿吃。还好烧鸡还在，只是给他吃了个鸡腿。沉住气，别给他发现了。给他把萝卜干拿来。叮叮叮，好家伙，藏了这么大个勺鸡，看来他是又想吃独食了。这不行，这我得想个办法治治他。等他吃完米线，我就可以大口吃我的烧鸡。
吃完了？那吃完把碗洗。好好好。闭嘴！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那这咋一开？这两盘都是肉，看选哪一个。都是肉。嗯。这个中午啊，那我就选这个。等哈，咱先把面一吃，然后再吃肉，省得我赶紧抢。啊，那行行行，那就先吃面。哎呀，就爱吃肉了。这是生肉？那我没骗你嘛，两盘都是肉嘛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今天俺路上录了个肥肠，还炒了个花甲，赶紧吃。
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姐跟俺做了个，她最爱吃红烧肉，还炒了一个青椒炒鸭血，爱吃。给你吃，今儿红烧肚真好，香得很。甜甜弹吃，今天给你加点料。放中间太明显了，还是放边上。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那你做了一份鱼面条，那你吃啥？我要我点煎饼，我吃煎饼。
想整我没门儿，我都看见真正爱虾呢，真爱吃的。真是，看我今天给你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给你吃这个，这个肉多。你帮我这一吃。哎，能尝能尝。哎呦我的妈！又想整我？算了，今天不正谈了，好好吃顿饭。饭来了来了，还好我先看见了，要不然今天又要着了他的道。吃鸡腿了，来等哈，来吃这个来，来吃。原来是两个鸡腿，一个有芥末，一个没有。那这个鸡腿说啥也不能吃啊，要不然肯定着了你的道。鸡爪它吃的这么香，肯定没问题，赶紧吃鸡爪。
要给，把这鸡腿给你吃去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你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又是这一招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怎么没事儿呢？完了，又上他当了。今天看你还贪不贪吃。来了来了。等啊，我一个烤肠，我一个鸡蛋，然后剩下都给你，还没吧？这还差不多。